看一下这桥啊，我刚才看到应该不是湖，你看了吗？就这个，看得到吗？它这也是一条河呀，还是一条江呢？我靠，看这水这颜色了吗？是吧？这种绿色啊，两座山之间，是吧？这是应该是一条江嘛啊？对面我们就不过去了，对面因为这是在桥上，然后又是白线、白石线、黄石线，我们就不过去了。我们看一下对面那群山，看到了吗？是吧？层峦叠嶂的，这个看到吗？那边前面都是群山嘛，啊。哇，这是这样的绿色是吧？哇，很深的这个，是不是？我靠，我去，看到了，别掉下去。这叫什么桥来着？这个南里杜特桥是吧？啊，那边。走，我们继续看那边的山，给拉近一点。走着，继续。